欢迎来到糖豆人娱乐集锦第二期，也是我昨天第二天玩这个游戏激情足球，这个也没玩过，把球弄进对面门里。哎，完了！啊！我操！这不会是我投进去的吧？啊！啊！我操！我投了自己家门上，然后被人打了。我操！旁边那个守门员打了我一下。我也没玩过的，有些玩家开局就尾巴，有些时候没有按什么键可以抢尾巴，拿到尾巴就躲起来。哎，我前面这个人有哎，一个拳击手，搞他！想跑，好多人追他呀，这样子没用，看不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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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尾巴呢？这个人身上，这怎么搞啊？喂、哦，哎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快跑！肯定有人在抓我！哎呦，小逼，搞我，还过来，还过来！我这个肯定后面一堆人在跟着我。啊！怎么没了？什么？你扑！完了，还有这个还有四秒，只要最后有就行了。有点难，我操！哎。走，侧面正好来了一个，啊，我靠，啊，被他发现了，小逼，这哪里去了？哎，靠，被他戏耍了，哎，前面有一个。还有10秒，8秒了，完了，GG了，6秒了，随便来一个啊！你给我过来，哎呀，随便来一个，他还是过来了。这关还行，比那个 G 的有点 G 的啊，起来呀！这个会滑的吗？哎。我靠！我操！这样撞过来好像好搞啊！只有我一个在搞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！人家都要到了。快！5、6、7！我后面这个人还成功的，7个人也不会匹配团队吧？人数都……哎，没玩过，最先到达顶峰并用左键吧，左键抢皇冠，这个也没玩过的。哇，这个、感觉肯定很难，肯定是人少才会出现这一关。看看怎么有什么障碍物，香肠倒地，哦，头上有球滚下来啊，这怎么搞？就得看反应了，也不用管别人了。哎呀，哇！大哥，是不是只有一个名额？有个人已经在很前面了，不过他还被撞了一下。过来，让我赢一把！不行了，阻止不了他们了。啊！哦，但是皇冠会升降，不是固定。哇、哦、靠！我有机会的，我不知道那皇冠会升。下去上。我还以为就是固定在那，怪不得前面的人也掉下去了。这是不是这关很多分？第5关了，370分。